哪一个最帅？刚才这个问题考倒大家。我第一次问谁最帅的时候，每一种声音都有。对。然后后来有人就跑出来说都很帅，然后全部才改口叫都很帅。都很帅。好，但是不要考验他们，他们是很团结的。对啊，我们请四乐团一个一个跟大家问好了。虽然今天有很多粉丝团，是，但还是有新朋友嘛，还是要打一下招呼，好不好？欢迎，一个一个来。大家好，我是主唱。谢。欢迎，我是团长兼吉他手修。大家好，我是贝斯手的。Yeah, 我是鼓手明。哇，所以其实大家都蛮喜欢他们的，看得出来你们的热情。你们在一起组团组多久了？如果正式成立东城卫大概五六年的时间。好，我觉得大家台下的东城卫的粉丝团，大家都不太晓得说他们到底是怎么组合起来，对不对？你们知道吗？知道。详细的情形知道吗？详细是有多详细？包括怎么住在一起是吗？我们可以直接跟大家讲，你们怎么住在一起？其实这个人家问我，要问你啊，要问修。好。对，因为最早的时候我跟邓嘛，我们是高中同班同学，以及跟费荣海、汪东城，我们三个是坐在一起的同班。坐在同一排吗？就是上课会互相丢粉笔那一种。一起打瞌睡的，没有，妹都被汪东城拔走。也是啊，我也这样觉得。就那个时候，汪东城创造一个传说，你知道吗？什么传说？就是那时候男生班嘛，就是很多大家，因为我们那时候读复兴美工，其实大家都蛮穷的，因为要买很多材料之类的。然后呢，所以大家早餐都吃不太够，但是因为有汪东城，所以大家都吃很饱，大家都吃得到早餐，因为每天在。班上的门口前后门都有女生排队要送早餐的，鲜花素果以及早餐，还发号码牌，真的假的？所以你们那时候都吃得很饱，对不对？有拖沓的。好，一开始是有这个雏形啊，就是修还有邓还有汪东城三个。那后来到最后为什么会变成东城卫呢？那之后因为我们鼓手在我们高中毕业后就是已经。另谋高就了啦。对，就是他去做他设计一类的工作，然后我们就去玩团了。所以我们那时候我就找了以前我小时候一起学乐器，在学乐器乐器行音乐教室认识的朋友，就是明。好，就是我们。这个当事人要讲个话吗？可是我想讲点别的。爆料。没有，我今天有一位嘉宾来到现场。需要稍微讲一下。嘉宾是什么？是网友之类的吗？就是在下的老爸。躲起来了吗？躲起来了。爸爸在哪里？爸爸在那边。爸爸举手。爸爸好。掌声鼓励一下。等一下，我 cue 大家一下，大家跟他问好一下。好。好不好？大家数到一二三，大家说明爸爸好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预备。一、二、三。你是讲我，我给我想他有，对，因为大家我刚刚讲过，这从小就是在桃园这地方是对长大，然后后来之前都在台北啊，连江桃园，对，今天好不容易，我是很紧张，因为很多朋友来。你刚刚已经不紧张了，我看你。我现在很自然，我现在所以才敢 cue 他们出来。OK， 我怕回去被他们打。交给你。对，我因为从很小以前就一起长大的朋友在那群，然后没有，举个手好不好？老爹，珍贵，还有个胖子。状况还不见，还有我以前在玫瑰唱片上班的两个小，这边，难怪我觉得很眼熟，我以前常去买唱片啊。知道吗？你哎呦，是的，我失散超久的，现在有老朋友相认，对不对？好爽。这边还有一个，我也是一个很好朋友，好，大家都很好哈，好，真的很开心，今天来到这里，就是身家介绍都差不多到这里。对啊，真的。但是还有一位还没介绍啊，今天还没有介绍啊，后来为什么会变成主唱？对，谜一般的男子。都要到最后才出来。好，那现在可以请你开始介绍一下。其实你们都知道嘛，我是他的谁？没错，这就是我的亲哥哥了。哎呀，原来是这样啊，内举不避亲，所以呢，大家如果学音乐觉得自己的兄弟还不错的话，都可以拉友。而且两个兄弟在一起合音呢，声音超妙的，因为频率很像，合起来就很甜，超搭。他们也有合吉他啦，也有合吉他，也是啊，在家里用吉他对话。好，第一首歌听到这里，大家觉得听完了吗？可以开始签名了吗？
这样过瘾了吗？当然是不过瘾啊！还要再听几首？五首。我以为他们会讲说十首。我跟你讲，他们超客气的。我上次遇到不知道谁，他说唱到天亮。好了，亮，已经亮了。好，来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来听哪一首歌？天使的距离。台下会唱。